乐唱愿破镜，只凭云梦哭黄陵姐。淡更月，无家犬。哭天日山河夜转，空仙帝白走远空，梦断无山峰。西方云落花已随波浪去落，不复有份啊情啊，只歌有谁歌到崇祯呢？我等君梦醒，哭祭茶亭，太分玉碎，想送心归幽冥，帝后遗骸谁愿领？碧血的光景。怪啦，佢呢个位道姑嘅背影，今次已死嘅长平公主呢？莫非公主简直妖王避世，葬在人间？事有蹊跷，我要叩门一问至得。哎呀，此乃青年界暗堂地，我都要稍存礼貌，
都未敢操持呀。师父开呀门。哎呀，他何以闭门不纳？是更可言，唔得，当佢冲门而进而得。请问呢位施主冲门是借茶还是拜佛呢？哎，师父，我一不是借茶，而不是拜佛。我有句说话想求师父你点化下啫，何以你闭门不纳呢？庵内无人，主持未化，俗世男女都尚且受受不亲，何况系佛门清净地？哦，如此，师父又来。施主又来。啊，师父，我应该常拜佛门慈悲嘅。一问师父你贵姓啊？贫道俗生姓沈，法号慧清啊。哦，你叫慧清啊？系。飘渺间往事如梦情幻影，百劫重啊重，沿途卖旧证，夫妻断了情，太远仰已定，太风烟已静，我偷偷相思去未透，更情令我惊。Thank you.
你睇佢真系咁狠心，唔肯认我咯。先问谁无骨肉之亲，谁无父女之情？等我讲下先帝崇祯嘅惨事。若讲佢喊亲呢，不讲而知，就系公主嚟噶啦。我试下你先得。我讲我向前朝应，但崇祯朝破家庭，你可有为去寻通寻通孝经，令台女叹孤情啊，月雕串台顶，一堆蜡烛也无人共敬啊。师父，乜你喊？唔通你就系公主你？师子，你错啦！皇帝系为我哋而死嘅，点解我哋唔可以喊咧？叫你带我烧柱香啫，你都唔肯，你唔带我去，我自己去。哎呀，唔得噶，哎呀，唔得噶。卫青咩事啊？吓？哎。哦，师傅又嚟，听讲维摩庵嘅菩萨好靓嘅。我想入去烧柱香啫，唔知点解呢位师傅唔肯俾我把清香封劲啊！卫青，乜你咁噶？所谓乱世庵堂，几难得有位施主到来签咗下。若果再冇人嚟，我哋去边度揾灯油火蜡敬奉神灵啊？阿师太，你唔好听佢讲啊！头先我开门嘅时候。这位施主他说一不是借茶二不是拜佛，
既然不是借茶拜佛，我哋点可以将人哋嘅香油签令？荣清，开讲都有话啦，入屋叫人入庙拜神，人哋唔拜神入庙做咩呢？你带施主入去，人哋唔多唔少都签咗下嘅，唔怕善财难舍，只怕菩萨唔灵。施主，我仲要递书打扫啊，恕我不能奉陪啦。荣清，你带施主入去啦。知道了。施主请。干饭迎路。哦，原来公主未死嘅，我快话俾老爷听至得。